有点多，就是一定要最喜欢嘛。如果可以让我选择的话，要有狗、有猫、有松鼠。休息一下，好吧？啊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快快快！哎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快！今天呢，这个小伙子呢，比较，不是状况那么好。对，他可能肚子饿，然后又怕这边人多，所以他就想要下去跑一下。你不能让他们下来，这里就这里。我们去哪里呀、啊？小朋友不要一直跑。嘿，乖的，不要一直动呢。欢迎来到我的宿舍，大花。欢迎来到我的宿舍。大花来，大花来。摸一下他吗？好像摸你。记住我，记住我，记住我，我叫腿。他肯定忘记你的。要摸他脖子。对啊，摸他全身都可以摸。乖哟、哦，全身摸哪里都舒服。我喜欢摸狗脖子。大花来、嗯，我们回家了，快点。回了，回家。走吧，拜拜。